大妖孽，竟然敢进心地，这道理是完全无稽。两个神经，这古代鬼手，何我来饲囡仔？鬼饲囡仔，已经是鬼，哪有可能有囡仔？真是的，我已经向地藏王菩萨禀告过。胡说，哪有神准鬼魂在心地呢？绝对无讲白话，你若不相信，会来请示菩萨。妖言越讲，受死来吧！恁两个住手！恭迎菩萨。此妇人心已亡，安宁不亡，且用自己的孩儿，情可动人，心可灵作祭，罢了，罢了。是。咱拄则看到迄个遐奇怪的情形，有人声、鬼影、囡仔声，听着敢会惊？啊，这个庙若常常发生这落代，这间庙你敢敢拜？你敢敢搁来？还搁较奇怪的是，人伊神甲人甲鬼，人因会当相安无事，这真正毋是逐位有。故事想要知，何大卖转台。来呀！来啦！你看我，你看我。谁呐？啊！你无看我咧生气哦，就咧生气啥啦？啊！咱两个就明明讲好要去阿里山佚佗，哎，那拄紧敢要走来遮拜拜啦？咱这间庙足兴的咧。Oh my god！ 你就当时变啊这么迷信哈？我不是迷信呐，我嘛唔知影，突然间就想要留在内底看看。让你来去了哦，再来请你们家弟哈。哦，讲到便所，我才去想到哦。你要去便所的时阵哦，我伫咧外口等你哦。啊，你出来，啊，我要去便所，啊，我就钱就交予你啊。啊，你有摕到钱啊？是啊，我你即摆看无啊？刘公子啊，我真正钱有摕予你，你莫冤枉我啦。哎呦，啊，水子啊，你今个迄个表情，敢若我甲你拗同款的哈？你今个是啥物意思啊？啊！你就讲你有你安尼讲的意思，你就讲我去白所，上遐时间落去白所扛起落去安尼哦。我唔是安尼，我来讲，手抓手抓，来去新娘面头前手抓，来去，行，哦，三家嘛同款，来，嘿，新娘啊，来来，老贵哦，你心情就好啊。当真贵啊，新娘啊，你著庇佑你啊，搞支持一下，我咧34万是啥物人地去啦吼？啊，卡叔讲我哦，那是。啊，不是，哎，你想想，新娘啊，如果我来搁再生吼，无我就生一个吹开目睭串。想长啊，或者我不转呢？好，我就生一个我不转的。嗯，对。啊，我你就啊。哎，我吼，那有提菜钱就对人吼，我会去用蚊啊定死。哈？蚊啊定死人哦？蚊啊袂定死人，当多了袂死哦。你明明凊彩照照的啦。啊，你足奇怪呢，啊，就是死就是死，啊，你管我要安怎死？啊！你讲安尼，我好，恁卖冤家啦！恁讲恁怕欠钱哦？嘿啊！啊，你敢有上洗车？对，昨昏找到今仔日，先找嘛找无。对啊，我拢有找过安尼，真正找无啦。阿凤姐啊，钱是不是真是你摕去？我你这个查某人冤的啊！敢若讲我摕，你若敢讲你下啊？你讲你啥物话哩啊？豆豆啊！我甲你讲，你是不是你娘啊？你叫我评评理。不是啊。还是苗公。无啦，我来拜拜的啊。阿平啊！我是要问讲哦，你讲你安度卡坐看麦？安度？嘿啊！百外地，拢找过啊，连新兵都要甲变过啊，无就是无。唉，我是讲后壁迄块呢？啊，无啦，拢无。无啊！啊，无我来找看麦啊咧。好，你去找，若找着吼，红包百你。
都免看，你知？啊，若真想有哦，我拍出个金牌给你吃。所以对啊，喂，我算看嘛。这个，谁啊？三叔，三叔啊！这一定啊啦！啊，你我回啦，阮丈母伫遮，阮带倒来呢。天哪，阿公阿姊你冒袂偌人啦？阿丈，阮都找无，今仔来回来你找着。我哪不知影，就是感觉奇呀。哦，你做咧通灵的哈？我真正是啊，要多少？哦，唔通安尼插。哎，你是何人？啊，我是咱九华山地藏庵的当事，这位就是我的当事长。哎，马先生。啊，因为咱九华山地藏菩萨思想，都是有这个神奇的这个代志来出现。哦。啊，所以我今仔日呢。来讲一个古早以前的这个故事。刘玲，娘啊，不要紧嘛，刘玲。相公无代志，阿霞，一定是吼。你家点去？女姐，阿星，水仙，咱的婴儿呢？咱的婴儿到底伫倒？水仙，伊是查甫还是查某的？你紧甲讲啦！我讲过，只要是你生的，不管伊生做安怎，我拢会甲疼惜。你紧甲讲，咱的婴儿到底伫倒？阿霞，你就莫问哈子啊啦！我听水仙，伊生的囡仔有问题啊，所以才唔敢讲。我听到生一个我不爽。这敢真正？你来知影？这是真实的吗？恁两个拢甲讲好清楚啦！好啦，我讲啦。你莫怪我啦，迄时吼，算无讲的，讲你生一个五不全，伊惊者吼，遮走转去因家，我为着吼，迄阿咪的嘴，我着提钱去予伊。阿霞，你若毋相信，无你去问三伯。五不全，水仙，这是真正的吗？这是真正的吗？你敢讲？你竟敢讲？你别问我，水仙，那你伊即摆到底伫倒？我要起码就看伊是不是真正五不全，你竟敢讲啊，水仙？你快别离开，已经发单调。单调？你们可以死啊！我惊死啊！单调，你靠我！你阿霞，唔通去拍。虽然伊囡仔无去，不过也有丁种啊。顶辈坐会人常常伫咧讲，不孝有三，无孝为大。可见生囝一个家庭是一个大代志。尤其是咱查某人，若生到一个后生，大家就画添丁，这也做弄脏。也就是讲，你若弄脏，就会当互你嚣摆咧几啊冬。啊，你若生到查某囝，这也做弄娃，娃就是厝下配，表示你生到一个背钱货。生愈多是愈畏衰，要若查某人拢未生，这着永远无法度出头天。
所以查某人若真正拢未生，还阁有一个无好听的名，啊，叫吞宝，互你愈想愈烦恼，一世人毋知要如何是好。今仔日咱这个故事的白水仙，伊有大巴肚，也毋过假生出来，煞全安无去。这个阿霞实在是真受气，一直甲伊问，到底这个囡仔是互伊抱去托教，或者讲伊去生到一个五不全的怪物？代志的起因是安尼生，有一位姓林的真有钱的生理人，对朱罗教教教做生理。有一天，和朋友带去酒家饮酒，看到一个卖家无卖身的寡女水仙，伊真欣赏水仙的才貌。自迄摆了后，就定定去甲水仙捧场。因为林老板做人非常的斯文，阁好礼，予水仙对伊留下真好的印象。林老板，啊，你好。我是专工来甲你讲，我要回去朱罗山啊。啊，但是这个过来。我厝内面的生理出一寡问题，必须要回去处理，暂时袂过来啊。阿妹，你家要保重。水仙，假使你若是无气嫌，甲我做一下回来阮家好无？我厝已经有一个家后啊，是阮阿爹替我带的。你若无计较，我想要带你做我的睡衣。虽然有较委屈淡薄，但总比你遮卖唱较好。你想安怎？其实水仙嘛是真喜欢林老板的，伊想了解啊了后，就点头同意了。林老板赶紧替水仙拿了赎身钱了后，就带水仙倒转去厝内。一转到厝内，水仙才知影林老板伊的厝真正是真有钱。伊所住的是大别庄，加上林老板的温柔佮体贴，水仙差一点仔也叫是家己在做面梦哩。不过也是会烦恼林老板的大伯到底会安怎来对待伊呢？胡林，阿霞回来啊！阿霞，哎，生理做得好无？辛苦。袂歹，袂歹。嗯，我甲你介绍吼，这就是我的大母，哦，这个憨巧啊。阿姨，就是我的李胡林，哦，这个水仙。啊，恁两个好好啊熟悉一下，哦，互相小熟悉一下吼，嗯。仙仔有啥物唔对？是无唔对啦，就是我感觉足突然呢。含笑啊！你看我带你带遮侪年啊，你也无甲我生一个一男半女出来，我是要安怎对得起咱林家的祖先的？安尼有啥唔对咧？嘿，是啦，是有影，我较含慢。小妹，以后阮林家。麻烦你加生几个囡仔。阿姐，多谢你，家己人，讲什么多谢你。水仙上烦恼的代志是惊大宝会对肺，看起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所以水仙就欢欢喜喜的住落来。普通时两个人也是相处了袂歹，就亲像加了一个伴同款。更加奇怪的是，自从水仙来到林家了后，本来真久拢无囡仔的憨巧，竟然冒新了。加上水仙当时嘛受新，看起来林家真正是双喜临门了。林老板这下真正是欢喜甲笑嗨嗨。人家讲吼，这个娇娇哦，就是生查甫的，我若不同意，我会生
查某的。来啦来啦，你甲问看嘛，看是查某查某的。不是啊，你嘛甲问看，看这块是新查某还是新查某的？哦，我无看麦。嗯。哎呦，我甲因讲吼，即大家是拢安尼讲，但是无一定会当准算的哦。嘿，我相信恁两个一定会甲生一个肥肥白白的后生，替阮林家传孝书啊。阿霞，阿爸你去替咱生查某的。无安尼好无？恁两个中间若是想生查甫的，吼，啊我着要想伊十脚金手环。而且佫会当带正房，啊，若是生查某嘞，啥物拢无，而且伊还佫带春手。十个月真紧就过去了，水仙佮韩巧要生的进前一天，拄好有一件真紧急的代志，要林老板亲身到台北去处理。林老板本来是无想要去，不过伫个水仙的苛刻之下，伊只好去台北了。而且林老板表示讲，会赶紧赶到回来。想不到林老板前脚才踏出步，喊巧就话巴肚疼，最先真紧急的要翠萍叫三步来替喊巧接生。你个林奶，林奶怎样啊？三步来啊，三步来啊，三步，你两奶这边生啊？好吧，好吧，好吧，拜托你了。恁两个中间若是想生查甫的，吼，啊，我着要想伊十脚金手环，而且佫会当带正房。啊，若是生查某的，啥物拢无，而且伊还佫带春手。袂用的，袂用的。若阿祥知影，我才有这款囡，一定会甲我赶出去。我要安怎？我一定爱想办法，我爱想办法。哎呦，你阿伟啊，代志大条啊咯，酸咯，紧来找阿姨。娘啊，好阿伯啦，紧来，阮弟夫你嘛要生啦。好啦，我先生啦，啊不是啦，我先去生啦。哎呦喂啊，你好喂啊。哎，夫人啊，迄不是我的代志哦，迄跟我无关系哦。三伯，我无管你。你唔走，阿公，我有哪好好甲你生了哈？迄是你甲你生这落是这落型的哦，迄你都唔通怪我，迄我无恶病甲你以为了哦，嘿。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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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最好你，要好我晓。生这落型够有钱老天，未歹。你啊，够够什么代志了啦？一项代志，你若甲办成功了。我报你两百块，好。要给我还两百块？那有这这好康的？你讲看卖下讲。
哎呦喂啊！这个上天来你的代志哟，哎，你两百块给我做伙哟，无价值啦，无价值啦。十五，你一定还救我，你若无救我，把我人搬出去，我一定死路一条的。你一定还救我，我救你，啊无安尼我甲你磕头，我甲你跪，我甲你跪。夫人啊，你莫安尼啦，过这囝啦，我唔是讲无要甲你斗三工啦吼，是讲吼办这款的工课吼，有哪真麻烦的了。这个工课啊大吼，有哪咧装来装去安尼吼，啊讲正经的吼，我哪会惊着了？啊这有哪会来去收惊了？啊这婆婆吼拢爱钱了，啊这钱吼无钱吼，就甲人讲无话，你知无吼？他要去，以后代志再去讲。啊！你快拿回来啦！我给看卖出来。哎呦喂呀！三宝，你那车摆烂，他叫我离婚，你要生啊啦！我要生啊！啊，兄弟，你去遐滚水去。我遐好啊。啊，无提面巾啦，提面巾啦。我早就提好啊啦。哦，拢准备好啊呀。嘿啊！准备好，你吹。选错啊！我们老家倒三缸。你要跟我斗三工？对啊。你咪少年生囝生到老啊，你咪也着，互你跟我斗三工。哎，啊，你还袂嫁了？你安尼看人安尼生囝哦，后摆哦，你就唔敢嫁人。我跟你讲，出去。三步的斗三工之下，水仙开始出力。人讲生囡仔就亲像是破八肚肠共款。水仙的第一摆生囡仔，就痛甲昏昏死死去。但囡仔一出世，伊什么嘛拢唔知影咯。这个时阵拄好给三步一个下手的机会。水仙的囡仔是一个健康又搁古锥的囡仔。可惜伊连一面也拢无看到，就被三步趁机会将囡仔调包，留予伊的竟然是一个生做五不全的真歹看囡仔。三步，你啊，你真好惊死哦！我连生十八呀！无注意看呢，你家己去看，你家己去看嘿。喂，三步，钱还袂予你呢？三步嘛生气，唔知咧创啥。李福林，恭喜哦，你生啊呢？再见嘞，你陪我困好不好？好。小诺，今仔去抱来花花。水仙生了一个五不全的囡仔，这件代志，若是传出去，对林家来讲，自然是真大伤害。水仙为了保护林家的名声，伊决定当作是无生过这个囡仔。迄日暗时，伊三婆的陪伴之下，因两个人慢慢来到地藏王庙。地藏王菩萨。心若别再生，
为着要保存人家的面子，我替你能放下一个囡仔，求菩萨你当朋友，让伊多多过年。我已经想了，求菩萨朋友。阿母心肝用袂得，阿母是不得闲的。你看我多济个，阿母拢愿意承受。希望后世人咱还阁会，会当过来做母阿家。夫人啊，你莫阁一直哭啊啦！紧的啦，啊，若无人这样看到我，迄代事就大条咯。无啥你当阿弟。囡仔，紧的，紧的，扶我一下啦。我会去。啊，等你唔好，你是要去抱转去养啦？紧，敢若这样看到就害啊啦！紧紧紧紧，扶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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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放杀囡仔迄暝开始，水仙就开始做噩梦了。伊逐天拢梦到红影的哭声，甚至也阁有反射将军带着百家将要来抓伊。更加惨的是，林老板倒转来，伊发觉囡仔无去，就一直向水仙问囡仔的下落。水仙本来就一直唔敢讲。后来，含笑挑故意讲出囡仔是五不全的代志，才会让林老板出手拍了水仙。迄暝，水仙无法度忍受良心的谴责，而且对林老板的态度感觉心灰意冷。想了真久了后，水仙最后下定了决心。第二天，翠明送洗面水到水仙的房间的时阵，发现水仙已经掉头自杀了。翠明赶紧大声喊人，可惜水仙早就已经死了。林老板一看到水仙的尸体，规个人是哭干的，伊的嘴内一直喊着水仙的名，家己一直责备家己。水仙，水仙，你竟精神起来，水仙！啊！你搁甲我讲话好无？拢是我唔对，我不应该怪水仙。啊！水仙，你哪会这样讲？做一款戆代志！你敢点去？你敢点去？我知影你一日，你一日欺我对水仙较好，所以伊做死啊！你足欢喜是无？你足欢喜是无？你搁讲无？你，你。啊林老板因为受到水仙自杀的打击，煞来中风，而且无偌久就安尼生来过身去。林家的产业拢总流入了韩朝的手内。照道理来讲，伊应该过得真好，不过伊过了心肝内是非常的不安。伫暗头内底，水仙的鬼魂会定定来找伊讨命。林老板常常要来电视，伊予遮个恶梦甜甲真不安，只好伫个水仙的梦前要来救助，伊好好来照顾水仙的囡仔，也就是即马含笑的后生丁将啊，请水仙唔通过来找伊讨命。然后伊阁食斋念佛，希望减轻家己的罪过，
对过去所做代志，从此就无搁再提起了。哎呦喂呀、啊！哦，阿娘喂，不带不起，好多只大。算了算了，我看吼，咱今日多只，无无办法了。俺这做起只本地就行较多，就花较多啊，啊无时间做。好啦，今日来困。行行行行。不行，不打不打，打不滚对了，打不滚对了，打。讲你都唔相信，讲到这要怎？找看卖咧啦。真水。哎，大看，一只。啊，真是算较贤生啦，生到敢若变鸟咧，我无怪人买钱等咧吃啦。对啦吼。但是看这泡皮仔吼，这真正是好吓人个惊哦。凡是啊，身躯底有啥物真贵重个物件。创啥？你咧创啥？卖吵啦，卖吵啦，找看卖，对唔对？佫真正有呢，一条金链啊！小起来，小起来，小等嘞，要创啥？小起来啊！小你的头啦！你囡仔红变要遮尔足可怜啊！这金链啊，藏倒转去，藏倒转去就藏倒转去，这藏伫遮本底就是要唬人的嘛，无发现着，就甲找嘛，对唔对？好真正，无你今嘛，这囡仔你想要安怎？我有一个好办法，办法，飞弟吼，你甲我，咱两个拢无补无够，飞弟，咱两个甲饲，甲派去哦，咱做起只，连家己都饲袂饱，是要哪去饲伊啊？你头壳唔只派去，这囡仔生做安尼，咱若甲饲到大汉，阿伯带来去外口分，你敢知会当分偌济钱？你可恶！我安怎可恶？这囡仔这样可怜，你要阁叫伊去分，心肝真凶，你唔是人。好啦，啊无安尼啦，规气咱两个甲饲到大汉，卖叫去分，安尼总是会赢你无？安尼嘛较差不多。算起来吼，咱就是这个囡仔的老爸。对。这个囡仔看起来都歹水啊，歹水哦。哎，叫阿爸。喂。你是咧起笑是无？这囡仔才生落来几工尔，哪会晓讲话啦？你讲安嘛对吼。张狗，我问你，你叫什么名？我叫齐建勇啊。安尼问这是要创啥？要创啥？要给囡仔号名。囡仔号名。你叫齐建勇。对啊。我叫到齐阿叔。梁叔，啊，咱两个拢姓齐。对。齐梁叔。啊不，无贵一个好多，七两四。不过三狗甲大块，惊人讲这囡仔是因去共偷出来，所以只好暂时将囡仔饲伫暗度卡。大刚日时，因就到庙啊附近做去食，直到暗时才阁饲梁叔。讲嘛奇怪，梁叔这个红影啊，实在是有够乖。日时是一直困。一点啊声音嘛无。有一天，因两个人到远远的所在去讨食，倒转来时阵已经是半暝了。梁叔巴肚已经枵害去了。我知影。
三哥啊，你才拄好看到啥吗？敢若是？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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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这是庙，神那么多，哪有可能有？妈，莫阁讲，紧来饲龙船，巴肚一定枵害起。三狗甲大块赶紧对暗道卡抱出龙树啊！因想伊一定是枵歹了，两位饲伊，不过龙树竟然是未枵。两个人伫外口走撞规半工，嘛拢忝了，因一直下戏了后，就停落来睏。无偌久，一道背影出现。咱饲囡仔代志，去让知影。唔是啦，我这办事，伊敢要替龙叔饲养呢？敢讲伊就是龙叔的亲生老母？哎、欸，有可能哦、喔。哎，伊是不是要来给龙叔阿婆等伊？两位将军会当我老爷的身躯边照顾伊，这是无可能的。庙乃是供奉菩萨之地，哪会当让你这孤魂野鬼随便入来呢？范将军，贾将军，求恁会当谅解，完成我这个做老母的心愿。感谢你，感谢你。不准，不准！两位将军。我求你！阮讲不准就是不准，你若果唔走，阮就用天雷拍到，让你魂飞魄散，阴世不得超生。奶奶，你用天雷拍我，我放下我的囝，我应该受处罚，恁放下我的魂魄。菩萨，菩萨，地藏王菩萨，白水仙，你敢知影唔对？我知影我唔对，我知影我唔对。你错在哪里呢？我不应该欺负我家己的囝，更加不应该将伊带来庙内。你讲的拢对，不过你敢知影？这个囡仔并不是你的亲生兄。哪里？我囝，我的亲生囝呢？也伫临江河水林中。丁忠是我的亲生囝。丁忠是我的亲生囝。安怎？你也要留伫这照顾这个囡仔是吗？我袂歹放下伊，虽然伊毋是我的亲生囝，不过伊比我的囝搁较可怜。我的囝有人照顾，伊无，我愿意代替伊老母来照顾伊。你敢真正甘愿放弃投胎机会来照顾？是，我愿意。
第一遍我已经做唔到，我袂歹阁犯错咯。也罢，既然如此，那本王就得准你留伫我殿内。感谢地藏菩萨，感谢菩萨。地下地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愿证菩提。咱得袂最真有这种情怀，明知影迄毋是伊个囡仔，也是愿意签约。本王爱心中，是真。感谢地藏菩萨，感谢贾将军，感谢范将军。我感谢恁照顾我的囝。日子过得真紧，十多年拢已经过去了。梁叔啊，也渐渐大汉。普通时，梁叔啊是困伫案头卡。自从梁叔啊因为好心去惊着人了后，日时头伊拢唔敢出来，伊拢秘伫案头卡，等待暗时才出来倒三工整理表啊来。当伊若是捡到什么物件，拢会收到案头卡去藏掉哩。迄个拍唔见物件人，落尾拢伫暗度卡找着。有一天，地藏菩萨啦，信女王元好啦，我安尼十几年前吼，为着安尼贪人的钱，做得亏心事，我害死人的性命。十几年来吼，我安尼心肝真艰苦，困也困袂去，啊，食也食袂落。我一定要反悔，我一定要改过啦！我以后吼保证哦，我绝对袂贪心，绝对袂去共摕钱啊来的。嗯？哦，你这唔正讲啊哩啊！这地藏王庙了，你敢在这偷摕物件？你讲我偷摕我的鸡？哎呀，哎呀！啊！你哪提哪字啊？佮讲甲佮会硬硬呢哈？无啊！无！啊！你咪规只计毛拢出了了，迄当然嘛无毛。毛啊！哎，我佮你用蛋的啦！啊好，好蛋你出来，不然袂动。你不是收单，钱袂入，你袂你袂甲你阿舅，你袂走，你好蛋你袂走。好好，对啊，你咪相信讲你咪掠，你咪钓，啊，你有快人呀，走就是啊，卖啥啦，你咪你掠啥啦啦？我唔去啥啦。你做菜你呀？生做歹是爸母唔对，伊若出来互惊到，迄你都不应该。即句话拄好应验伫个梁氏的身上，实在是可怜呆。人生做歹，互人嫌到要臭屎。即种不平等的对待，毋是一般人会当了解。即个可怜的破相囡仔要安怎活落去？这是咱关心的代志，咱继续甲伊看落去。殿中的啊，地藏王菩萨庙吼是非常的灵性呢。今仔日恁某已经有心啦，啊，咱吼来拜拜，求地藏王菩萨吼，予恁阿妈某生一个后生嘞。你要做啥物？
我原来是想要我用讲，输囡仔六岁啊。阿母，拄才迄个人，你有实在想？无啦无啦，来乖囝，咱转来。暗桥倒转去了，佮一直在做恶梦，伊常常梦见五不全出现来找伊，伊欲五不全爱吊死伊。这不是我唔对。暗桥惊醒了，伊愈来愈感觉刘洪树啊，就是伊家己生的五不全。为了确定，伊找三浦来问。三浦讲，迄时阵伊甲水仙将囡仔等伫庙内，想起迄个刘洪树啊。三浦讲，刘洪树啊，就是暗桥生的迄个五不全。为了林家声望以及丁将的将来设想，暗桥提出一笔钱，请三浦带刘洪树离开这个所在。想袂到。夫人呐、啊，你讲叫我带这个囡仔啊离开这哦，迄哪有较简单的啦？但迄个囡仔行动也无方便，伊啊我嘛安尼老啊了，啊伊也袂当讲去趁钱去饲我啦，啊唔、我饲伊，迄啊我较无可能。你意思，这个钱无够，是不是？哎呦，夫人呐、欸！讲真经的啦，这个囡仔算起来嘛是恁林家后代了。啊，若要分财产，凊彩嘛分一半，对无？无啦，我这个人吼，我就未贪恁呐呢，我对钱也未重啊啦。啊，是讲吼，总是爱食饭啊，对无？啊，食饭嘛是爱钱呀，啊，无钱就讲无话啦，看有影无影吼。好，我给你五千，但是。你爱收玉素，好啦，一言为定。就安尼先，三浦提了这笔钱了后，伊真欢喜的要来离开。一路上来到地藏王庙，想要带梁叔啊远走他乡。不过伊无想到，竟然要到庙前的时阵，去予水仙啊拄着。水仙啊想要问三浦关系着丁将的情形，三浦行咧行咧，感觉气氛非常奇怪。而且嘛有一点仔惊惊，突然间有查甫人的声在叫：“那会飞？阿贵啊！贵啊！”我给你问啦，你这嘴严都我唔知钓，你嘴我要死你啦，我心累啦！我错了啊！三宝，三宝一时惊吓，唰来大叫一声。一不小心摔落去桥卡，一命呜呼哀哉。这个时阵，丁将啊拄好经过这个所在，听到大叫声，赶紧来看，发现三浦已经死了。离水深的看到有人来，嘛赶紧闪开，竟然无缘甲历史野蛮的亲事见见面。另外江边大哭的甲三狗讨食倒转来。伊看到丁将啊，伫三浦死的现场，因为三浦啊死的所在留下了真济钱，警方认为丁将啊谋财害命，又过经过大块甲三狗的证实，所以警方更加认定凶手就是丁将啊不唔对。丁将根本唔知发生虾米代志，伊的家后玉兰也过大把刀，韩超甲玉兰赶紧向警察解释，不过警察根本无要听，先抓丁将归案才过讲。这个时阵，韩桥急得四处探听，想要向警察厅打通关口。这时阵，伊的主编破风文啊，向伊拍胸卡嘛保证有办法救出丁将啊。
不过伊也表示讲爱开真济钱。韩超这个时阵早就已经乱了分寸，真紧的就甲房客地客拢交予胖红文啊。韩超哪会知影胖红文啊，竟然是一个胖红的大骗子。提了林家房客地客了后，就走甲无看到人影，甲韩超气甲讲袂出话。所有的使用人一夜之间也拢走了了咯。本来住伫好好的厝，一夜竟然变成唔是家己的。经过无偌久了后，因被赶出去。过惯是好日子的韩超，一夜变甲非常的落魄，互伊无法度来适应，无偌久就破病了。玉兰这方面爱阁照顾大家，另外这方面又阁要想办法救丁章啊。这一天，伊真无简单，才对外家借来一笔钱。当准备要去家家救翁婿，路途中经过地藏王庙，伊就顺续入去拜拜。地藏王菩萨，请你一定要帮助阮。阮家丁忠真正是冤枉的，请菩萨你来保庇，予伊早日洗清冤情。多谢菩萨保庇。哎呀，是阿你惊死！无紧，无紧啦。这世上的人实在是，一生一度我替人守家，守家，守家。是，一为生一定这样咯。太太，是啦，你是在看啥呀？我这多少天不见人啊？我还是人看还心要死。啊？有人拿钱，银行泡面搬啊！我看看，我看看，我这钱八千，我这钱。你这伊拉，这是暗线啊！我来偷个看电视呀！平常的生活的想啥，我好唔惊。你这狗屎囡仔哩啊！哈，无彩恁两块白，甲你饲到这大汉，啊，你捡到钱，唔都摕来分互阮，共饲啊，唔得着。哈，真正是饲囝不好，生计来也糟啦，哈。都对。人做人爱平常的生活，我现在真是人蛮受用的咯。咱哪会生起来？戆囝，爸甲你讲，咱做去食吼，迄若捡到，迄就是咱的啊啦。爸，唔是咱的亲属爱生人。啊，煞煞去啦，看伊要安怎就安怎，咱吼来去分啦。讲煞了，大块甲三狗又搁出去外口分咯。梁叔啊，就抱着迄包钱伫个庙内等待，伊一心一意要等待玉兰倒转来找钱。不过玉兰这边已经赶到家家，当伊看到丁章了后，伊煞来发现，是啊，你家己碰见哦。是啊，即马是要安怎嘞？你想看卖啊，你的家己落去什么所在啊？我摕着钱就随来遮，无去别个所在啊。无去倒位，钱哪会碰见啊？啊，对啊，我到伊地藏庙遐拜拜啊。安尼就对啊，你紧当去找看卖啊。玉兰真赶紧地赶到转来地藏王庙，马龙无看到半个人，伊真紧急地伫个四界找看卖呢，不过早就找袂到迄包钱咯，伊急甲哭起来。不过这个时阵，突然间有一只手拍伫个伊个肩胛。这是干么事的呀？是啊，这是我的钱，四点倒找到的。玉兰的钱找到了，伊非常的欢喜。这时阵也未记得向梁叔啊说多谢，回头就走。
梁叔啊嘛无放伫个心上，又搁倒转去按倒脚伫困。当日的暗时，水仙又搁来到地藏王庙。梁叔，梁叔。现在勇敢已经不能收留你了，我还是你命三伯跌落山坎，不是你害的。不是，不是，谢将军，我不是刁工的。不管如何，这是你自己的因果，就必须要你自己去承受。你现在就轮回去吧。希望我，我可以接受因果轮回。不过，袂惊。你两个囡仔甲你缘分已尽，你无需要替因烦恼。阿母，你妈是怎么想的？阿母在辛苦你了，你今日去，你家己照顾你家己。阿母袂当过来，爱心阁变照顾你啦。阿母，我怀疑伊有鬼魂。阿母，一生贪心之魂，爱你不苦，希望你后世人好好修为，去吧。地藏王菩萨讲要甲梁叔啊奖励，竟然是叫两个神去救梁叔啊死机，救甲梁叔啊是痛甲一直叫，叫声比泰迪声搁较凄惨。经过一打鼓了后，痛甲梁叔啊是挡袂了，煞来昏倒去了。原来是你两块八，我要甲惊死。哦，你这个狗囡仔哩，梁
种事啊！啊，你是安怎来嘞？哦，害恁爸咧惊一个这大个。是啊。我就是恁两个是七廿八呀。啊？七廿八呀！你是七廿八？我昨午规躯骨头起来用甲，我后尾当时我甲即摆搁咧疼。啊，安尼也发抖。吴江叔啊，哎，啊你本来吼挂汤、歪嘴、翘骨、开手，搁兼摆脚，啊哪拢好去啊？对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形啊？哈，你看呢？嗯，对吼、哦，我拢好起啊。啊，我想到啊，啊，就昨迄两个吼。梁叔啊，甲昨暗时发生的代志，拢甲三狗、甲大柯两人讲。伊讲一定是地藏王菩萨知影伊的善行，所以才将伊五不全的毛病都医好了。这个时阵，三狗甲大柯将因几年来本来欠起来的钱，替梁叔啊买了两卡水桶。从此以后，梁叔啊就以打肥为生，奉待三狗甲大柯两个。其实伫家己市光明路边啊，两边拢是布庄，人拢号做布家。有一天，梁叔啊到布家一间店来打肥。头家娘，头家娘，潘婶，借问你吼，啊，恁的便所是不是爱清哈？是啊。多谢吼。潘婶吼。我确实是毋捌见过面。哦，你就迄天伫咧庙内底落钱迄位太太嘛？啊，真正是你哦！丁总，丁总，紧来啦！什么代志啊？伊就是欠了咱的钱，甲你救出迄个人啦。哦，我那是文公，请受我一拜。哎，头家，头家，你唔通唔通，紧起来，紧起来，紧起来！你紧去叫阿婆出来。啊，得坐啦，哦，唔系啦，无歹势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紧的啦，什么代志才着急啊？迄个就是顶摆救人迄个温江人啦。头家你好，你好，你敢不是地藏王庙，迄个五不转的？是啊。你的脚、甲手，是安怎好起来嘞？哦，是地藏王菩萨显灵救我的。地藏王菩萨显灵救你？无唔对啊！哪呢？哪呢？你是我，我。地藏王菩萨有甲我交代。讲我若看到一个手心有朱砂痣的人，就爱甲伊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时机未到。地藏王菩萨，敢真是安尼讲？嗯。暗桥突然间大哭，众人感觉真奇怪。伊个哭声当中。韩乔讲出以前的代志。韩乔讲，本来五不全的梁叔啊是医生，伊甲梁叔啊换做水先生的丁将啊，出来害水先掉头死去。伊准备去自首，并且伊也要丁将好好对待梁叔啊。警察这个时阵甲韩乔带走。后来丁将嘛认梁叔啊做阿兄。而且将伊一半的家产送予梁叔啊。后尾因为生意真好，赚了真侪钱，买了真侪田地，两家伙啊生活是愈来愈富裕。后来梁叔啊因为年纪较大，又阁无子孙，所以决定将全部的财产捐予布家，起一间庙来感念地藏王菩萨的恩德。当事讲煞了后。大家都感觉听到一个真好的故事，对家己做人做事来讲，拢有真好的启示。这个时阵，有人来通报董事，伊正当想要出去迎接，大家也对咧出去了。门外来了一台豪华的大轿车，轿车内倒来两个人，阿娇看了后，竟然讲起了，
大块甲三狗真世人是去食，因为做了真侪好代志，所以转世变成好家人。敢讲，这就是因果报应。后来报家居民为了感念中树的奇行，又原伫个庙内做一个酒杯，号做麒麟二老伯。念伫个家己公民路开基古庙，每一年的春秋两季拢有祭祀，主要是要表彰因的奇行。本宫年代虽然无法度追究，但是以目前法律的观点来看，汉巧伊甲三宝两人共谋来偷换囡仔的行为，已经犯着刑法掠幼罪，相当会判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三宝如果伪造囡仔的出生证明，嘛犯着刑法的伪造文书罪，相当会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水仙伊将伊的囡仔梁树等咧庙内底，嘛已经犯着刑法的遗弃罪，相当会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囡仔是无求生能力的，所以不管伊放杀的囡仔是家己的，还是别人的，法律上拢有责任。家己大地动，地势五万人。各位乡亲，听到这首歌无？咱家己即卖大通里通是目前家己上闹热的所在。你绝对毋知影讲，古早的这个所在，伊要发生一个大地动。伤亡非常的惨淡，迄个时阵是市拢是因两个兄弟啊，因为经商真发达，因搬出真侪财产来伫个遮经济。后来这两个兄弟啊百岁年老的时阵，遮个居民就伫个伫个遮起一间家己朱罗山开台古庙来纪念因两个兄弟啊，拜位也服侍伫个遐，每年春秋二节。这个故事是由家己九华山地藏王庵所提供的。咱台湾奇案是全省走透透，到甲各县市去采访甲了解所有值得咱报道的故事。咱今仔日节目结束以前，一句新兴人类的俏皮话日克拉话来甲恁做参考。因是讲，人歹怨爸母，无厝怨政府。咱期待下一礼拜更加精彩的台湾奇案，再见。